嗨，大都是一个男孩，大都是一个中国男孩，大都有家，大都有妈妈和有爸爸，大都没有朋友，大都想要朋友，大都在中国，大都想要一个美国朋友。所以大都去美国和去 Evan 的家，大都对 Evan 说：“你想要做我的朋友？” Evan 对大都说：“我不想要。”大都哭，大都去 Crash and Lasher， 大都对 Crash and Lasher 说：“你想要做我的朋友？” Crash and Lasher 对大都说：“我想要。”大都对 Crash and Lasher 说：“你想要跟我玩 soccer 和 basketball？” Crash and Lasher 对大都说：“我不想要。” Crash and Lasher 对大都说：“你想要听我玩弹钢琴？”大都说：“我想要。”大都听 Crash and Lasher 玩弹钢琴，大都高兴。